哎呀，这是跟咱们小时候在，要跑那么远，是。被打败，那个角度方向器也马上摇了。被打败，被打败了。哇，下！原来被你打到。其实呀，哦，所以。在边上，这滚汗流到那鸡都肿了。哪里？就那个脚啊。我怎么那个脚都不会这么？是啊，超会吃的。你看我放多远，就是放在那个脚就吃了。你看，好大只。刚掉下去就吃了。中了。十二公，十二公，是啊，往上走，不是十二公，是海鱼啊，十二公，小小十二公，放生，接下来，接下来就回家了，他们吃饱了，来了来了，就这样，哦，你想跟咬这，一心。这一看就是姐姐啊，姐姐啊，哇，好大只！刚才我钓就好，就吃好几次都没抓到了。不用录了。靠！想要手都蟹这么大只，六四七七哦。七龟兄又来了。什么？人比腰，我超牛的。人牛逼啊！我看你可以拉了一下很大力。中油，中油。好，帮我买一个。快呀！这块也很大只诶，有这，哇，红来啊，红来耶！哦，你可以吃阿生海鱼啊。小丑，这是石头公。我这边是深海鱼啊。石头公。好。哎呦，哎，可以哦。红面鹅诶。九级啊！那个九级要叫叫那个鱼呢？我的阿伟每户中了又，啊九级啊九，啊九超高了，可以九级了，好了好了，哦，这里开始九级了，哇九级啦，哦，就我的屌的，你的屌呀，那怎么办？因为拿的是实在太屌了。哎呦，哦哦，这只不错，粗的，中了哈。嗯，我就跟你讲，这吃那边。这是我钓的，这是我钓的鹿的。我赶快嘞，九头公啊，是没当。九头公啊，哎呦，这只可以，是哟。我赶快嘞。我靠，我是看你直接脱手，哇，这只有力，这不同的鱼，哇，差对。哦哦，这有力耶，气龟哦！哇，好大只哦，气龟！我有三个，真的，气龟啊！我当时就知道是气龟啊！气龟就是有鱼的啊，对，气龟就是有鱼。哎呦！大家好，这是气龟啊！一拉到一只顿顿顿，哇！现在被咬到了，我要剪刀了。七龟啊！
哎，是是是，姐姐，我姐姐，姐姐还在啊。有的有的，姐姐，哦，走。不然姐姐都吃这里。我有钓鱼，哇！连两公啊！哦呀！哇，头哎，二连钩。哎，是我是我是我的。中了！哇哇哇哇哇！阿干，林老师，啊，可惜我刚才是放枪。你来来来。这里的，干，啊，不要太惊喜。我看你那只，来了，好可恶。直接死掉了。天气啊，对。有九级啊，小力！哦，好粗哦！九级啊，九级抓嘎！哦，是，是是是 是, 是，中了！哦，有力！哦，有力，好爽！啊，姐姐啊，哇，好粗哦！我这姐姐好粗啊！哦，姐姐啊，再来！哎呀，看一下，情调如何？哇！三只十只，二三十只应该有。三只只超过了，有看不到啊？嗯。就你听见吧，这边讲讲，我是电扇牛威，我们下集见。等一下，来先跟大家祝生新年快乐，年年有余，钓鱼卖贡菇。以上两部片就是一天钓的收获，那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